I'm Siri. Choose the voice you'd like me to use. Hi, I'm Siri. Choose the... Hi, I'm Siri. Choose the voice you'd like me to use. Hey, Siri. Hey, Siri. Send a message. Hey, Siri.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Hey, Siri. Set a timer for 3 minutes. Hey, Siri, play some music.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是我买了 iPad mini 6过后使用满两周的日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是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iPad mini 6的这件事情，这个东西了。然后这个分享的部分我就会分成几个来讲，第一个就是iPad 7 generation 还有 iPad mini 6它的差异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我要从 iPad 换去 iPad mini， 第三个部分是推荐购买的群体，谁会比较适合用 iPad mini， 谁会比较适合用 iPad 普通的，还有第四个就是我用这两个时候的 accessories 还有 apps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下这些分享都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使用习惯，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在上网课的学生的角度去出发，所以你们不要 query 我关于那些很 detailed 的 technology stuff， 因为我并没有太关注那些，而是关注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感受。我相信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可以更详细的跟你们讲他们之间的差异，所以我就只是大概讲一些最基本的。首先第一个，我先讲我这个旧款的 iPad 7 generation， 现在很像出到 8 还是 9 generation 了，你们可以上去官网看。它的尺寸是 10.2 英寸，然后它还是保留了以前的那个 Home button 这样子。我没有放我的指纹，因为现在这是我妈妈在用。然后它的 power button 在这边上面， volume button 在旁边，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是比较圆润的， OK， 然后它的边框是比较宽的。而 iPad mini 6呢，就是和 iPad Pro、 iPad Air 4一样，它采用了一个比较细的四四方方的，然后它的 power button 在这边， touch ID 也在这边，就这样子。然后它的 volume button 会在这边，因为它需要让 Apple Pencil 可以直接辅助在右边， volume button 就不能在那边了。然后它没有了 home button， 全部都是要这样子 slide 来用。而 iPad mini 6它是可以配合我们说 iPad Pencil second generation 去使用，我这样看会比较清楚。它是这样子一放上去它就吸住，然后它会自己自动 charge。 而这个 iPad 最普通的这个呢，它没有的吸附那个 Apple Pencil， 像它的 Pencil 的话，我需要放在这个壳里面，我需要放在这个壳里面，然后这个东西这样放上去，它没有办法 magnet 上去。然后它的 charging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姿势，我 show 给你们看，就是我的 Apple Pencil， 我把那个盖打开，然后This is how they charge the Apple Pencil. Give me a second. Yeah, this is how they charge the Apple Pencil. First generation. So yeah, 这是一个非常你在外面不太方便要 charge 你的 Apple Pencil， 然后我也常常需要担心我的 Apple Pencil 会不会掉去哪里。我是在2020年的一月二月左右买的 iPad 7 generation 跟 Apple Pencil first generation。他们两个这样加起来，那时候它是 128GB 的，这个是 128GB， 我用了大概2300-2400以内的价格，两个，这个跟这个的价钱在一起。 iPad mini 的话，我买的这个是 256GB， 因为它只有64跟256，它没有中间那个128。 64太小，256太大，但是它没有128，我只能往大去买。 so 它的机只是 iPad 的话大概2900多，然后这个笔要加个500多，这样子上去我花了3500左右，对，3400-3500左右，这样子买这一下东西。它是 256GB， 然后还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紫色。 OK， 简单介绍完这两个的一些基础差异之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要从 iPad 换去 iPad mini。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 size。 我2020年买它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局限于我的 budget 不够，我本来也是想要买 mini 的，但是因为 mini 真的比 iPad 贵很多，那时候我负担不起，所以我就决定买 iPad， 然后再加一支笔。那时候是刚开始要上网课，所以我是想说可以把我所有的笔记电子化，手写笔记啊，我的资料啊，全部进去 iPad， 然后开始剪辑影片也全部用 iPad。 所以它的体积那时候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够用的，就比较大个。如果那时候买 iPad mini， 我可能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它 screen 比较小吧。可是后来我越用越发现，我上课的性质并不太需要用到电子笔记。就我是读历史学的嘛，然后我们历史学院就有一个传统，是师兄师姐会把他们很多的笔记流传下来，都是 Word 啊 PDF 啊，对，用这个看确实很舒服，但是我就相对的不需要这样大个的 screen 来去做我的手写笔记，然后我只是用它来看那些资料而已。而当我要看资料的时候，我出门什么我需要带这样大一个东西出去，我的 bag 都装不太下，然后它又有点笨重，就变得我不太爱带它出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感受一下它的大小，就是它的便携度没有那么高，我拿来一个我平常出门比较会用的包包。这个 bag 是长得那么大，然后 iPad 是那么大，我把它对准放的时候，你看 iPad 还会超出蛮多，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装下去。听到我讲话吗？就我没有办法把它装下去，所以变成我不太爱带它出门，它的便携度就变得比较低，使用频率也变得比较低。而同一个包包，我用 iPad mini 的话，它是完全可以放得下的。我现在直接打开来放，就是刚刚好这样子可以放进去。你看到那个 iPad 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空间放我的手机啊、钱包那些之类的。所以它的大小是我为什么要换从 iPad 去 iPad mini 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从一个比较大的屏幕换来一个比较小的屏幕，确实会有一点点不习惯，尤其是当我在用一些画画的 app 啊，或者是我的视频需要用另外一个不同的 app 去进行一些修饰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你用久了就自然习惯了。因为我的影片主要都是用电脑来剪辑，然后再弄过来 iPad 去进行一些 emoji 啊，或者是一些马赛克的工作等等等等。现在来到推荐的环节，如果你之前并没有使用过 iPad 的话，然后你 budget 有限，你只需要一个来去上网课来去看笔记的话，其实 iPad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是 graphic designer， 你需要这种很精致的那个色差程度啊，然后你也不用用它来剪影片的话， iPad 是充分足够做最基础的那种学习工作，看剧、打游戏。它打游戏像原神这种 high graphic 的话是稍微有一点卡顿，但是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的 budget 有限，它真的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它现在有一个更新的晶片了， so I believe that 它的性价比真的已经是比我之前买的时候还要高更多。但是如果你是像我真的比较追求便携程度的话， Apple 所有的 iPad 当中 mini 一定是赢，因为它是最小的，然后它的芯片甚至比 iPad S4 还要好。 iPad S4 很像是 A14 晶片，然后它是 A15 晶片。然后我是个人认为它是偏娱乐休闲，因为它的大小就这样子，非常适合你用来打游戏，你知道吗？它这个大小，我等一下附上一段打原神的那个视频，可以看到它的画质跟它的那个流畅程度，是确实很爽。Time to scout. Crush. Everybody, stand back.Freeze to the core! Adorn my knife! Rack and ruin! Decide! 然后它就和一个 Kindle 大电子书的大小，你看书你就这样绑着，也不会觉得不舒服。你可以这样子再看，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小。但是它的价格确实会偏高，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子觉得说想要换一个大小的话，大可不必，你可以只买这个
普通的 iPad。 可能我刚才讲的有点乱，总结来讲的话，你 budget 有限，想要增加生产力，对画质要求并没有说很高很高，这个是 Cyber Generation 啊，画质稍微有点点不好，现在可能更好了，所以你们可以选择最普通的 iPad， 再加一个 Apple Pencil Generation 1，那就很够了，如果你普通上网课、写笔记、看文献。可是便携程度真的是看个人需求，如果像我的话，需要它的大小够小，让我方便带进带出的话，然后你的 budget 又够，然后你想要芯片好，打游戏爽，看剧爽，然后像一个电子像轻巧的捧着看书的话， Apple Mini 会很适合你，当然价格偏高，所以你们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个人的使用习惯还有 budget 去进行购买。然后现在第四个部分是来分享我用 iPad mini 的时候会用到的 apps 跟 accessories。 Well, accessories Apple Pencil Generation 2真的不能没有它，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我做很多事情真的都需要它，不能没有它。然后我并没有用那个 paper light 的那个，我现在是用的那种matte film， 因为我觉得 paper light 太粗糙了，我不喜欢，所以我是用 matte 的，然后写字啊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 apps 的话，首个推荐 Procreate， 我是用它来做我的视频封面等等的，然后我也会用它来画画，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画，这是我画的画，这个也是我画的画，就我都是用 Procreate 这个 app 来画的。要注意的是它是收费的， so 如果你不是真的很需要画画的人，或者是常常画画的人，像我这样平常会频繁用到的话，你可以去找更好的替代，但是我没有涉猎，因为我有它了嘛，我就没有去用别的 free 的 apps， 它真的非常好用， very worth the money， 给一次价钱用永远。然后我第二个会推荐的 app 呢，就是我的Notability， 我的分类有点乱，但是我是用它来看这些专业书籍啊，也是用它来看我的叫什么来着？文献，我会用它来看文献，像这种文献啊、highlight 啊，我都是用这个 Notability 来去看的。如果是有剪辑视频，或者是说edit photo 的话，我比较常用的会是在哪里呢？ PixArt， 我是用它来 grid 那些 photo， 然后再导出去 Procreate 去进行画画的工作。它需要给钱才可以用到一些的功能，但是我是用 free 的，也能用到它最基本我需要的功能，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它了，用 free 的就好。另外一个 app 是叫 Send Anywhere， 因为我的电脑不是 Apple 的，所以我没有办法 AirDrop 过来。如果我的影片要做一些 detail 的工作，我需要用这个 app。我电脑有 Send Anywhere， 我的 iPad 有 Send Anywhere， 我就这样子 upload 给它 send 过来，然后这边下载。没有办法，没有钱买 ，you know MacBook Pro 那些东西。So to conclude 的话，就是我对 iPad mini 6是非常满意的，虽然它的大小确实比之前那个还要小上很多，然后我用了一点点的时间去适应，但是它无论是在操作啊、使用啊、便携程度等等，我都非常满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自己需不需要来去购入一个平板来方便你的学习咯。很多人讲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这个事情我并不太认同啊。主要是看你怎样去使用它，就你自己的自制能力。就我可以用它来兼顾我的学业，同时我也可以用它来疯狂打游戏，真的都是看个人的。你不能说全部都怪这个平板，因为使用者是你，而不是它。So yeah, before the video ends,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sharing video, review, unboxing. 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bye!